师傅，大事不好，有人说地球要毁灭了，世界快到末日了，咋办呢？佛经记载，弥勒菩萨要在地球成佛，故称未来佛。如果地球毁灭了，弥勒菩萨到哪里成佛呢？这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妄语狂惑众生吗？佛陀是正辩知者，如语实语者，我们佛弟子以佛陀说法为行持准则，不可听信谣言，妄失正道，偏离佛陀教戒。